微博参与花样实习生讨论，用你的职场经验助力实习生快快成长。喂，嗨 ，Hello， 早上好。早上好。哎，早上好。早上好呀。早上好。哎 ，Hello， 早上好。今天好好看哦。早上好。你这是你给我的？这个是给你的工作服。哦，小夏，我客气。啊，我知道你长得好好看，你好适合，都穿了，都穿了呀，我给他们的，我每个人都穿了，他们俩人现在不能站在路口，红绿灯。啊，是哦，是不是我穿的特别好看？嗨，对，特别精神。我这效果穿的杠杠的，我就要穿这个衣服就跟你们接近一点嘛，靠近。开始上班。看见屏幕的眼睛还花，语音辅助功能已开启，制作部全体人员三点到会议室开会。哎呀，叫托尼哈，托尼，您看看我这个有一个问题，这个你我这个就包括电脑这些字啊，它都小，能不能帮我调大了？我调大了。应用放大，能看到，明白，这样看就方便，对，方便多了。哎呦，我昨天把我难为死了。三位老师，我们稍微集合一下，我们现在去905开一个会议，然后给你们布置一下今天的工作，好吗？好，到905，对，905，啊，走楼梯啊。楼梯吗？你一层，才等电梯太慢了，太累。很健康了。对呀、啊。还是坐原来的位置啊？可以啊。长会、短会啊？短会。人都到齐了，我们就开始。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 BW 项目制作部的 Tim。今天的工作想安排给各位是这样的：我们明天呢，其实就是一个2233这个官方官娘的这个招募。往年呢，这个 BW 的现场我们都会有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，那它就也就是我们的那个主题2233，就是因为它是我们 B 站的一个形象，都是从很专业的这些 coser 当中去进行选拔。今年的话，然后我们活动也是临近了，所以说我们要开始做这个选拔了。你们就来我们 B 站进行实习啊，然后肯定第一次接触到这样一个二次元的一个世界啊，比较可能比较懵，然后有些问题啊也可以问我。但是我觉得很开心。因为一下子就接触到了二次元的这个核心，因为在孩子们心目中，这二十三的娘，哇，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事情，对吧？是他们非常爱的一个虚拟的一个人物形象啊，一下就让我们接触到，没有在去招募2233娘，我真的觉得很开心。不是我们面试，我们是帮着他们做辅助工作。对。啊，我不是面试官啊！不是，我以为让我去面试呢。那我问那么多干嘛？太过跨界了，已经变成面试官了。因为今天你就是实习生，咱们。对，不欢迎。这一次我们这个工作啊，就是主要就是你们前期的一些筹备，就要提醒面试者，就是要打电话约他们，然后包括我们的面试官，你们也要去就是约好我们的面试官，然后小姑娘她们要去一个休息间先候场，还有我们面试可能要换服装，还有个他们多少人来了要有个签到，面试完我们要拍照要存一下档，主要就是这些内容，然后你们这些到时候都要分配好，最好嘛就是你们等会儿回去以后再选一位组长，组长的话呢就是刚刚说那些东西分配好，监督他们去做好这些东西，如果分配的就是最后活没干好，我肯定要怪组长，组长要身担重任啊。不用回去选了，现在就可以选了，就是我觉得韩老师必须是您，我觉得他比较适合。没错，这个问题现在咱们回去再讨论吧。不，定了。我觉得我可以啊。
你解说员出身，您肯定脑子特别清晰。没错，我跟您说，我要这边是面粉，这边是水，啪一晃，你脑袋浆糊，你千万不能给我。我国语又没讲好。对对，来，可以，韩老师当局长的举手。好 ，OK。想说服从多少，就您了。OK。我觉得刚才他说的基本是这样：第一是外联，第二订会议室，第三呢跟服装师对接。对。现在我想到的是这样的，咱俩这语言还可以，我们继续来负责外联这个事儿。好，会议室我来。好，安保部门我对接。对，然后呢，服装这个事儿，我觉得吕老师您看您能不能来？就服装啊，就是跟服装去，比如对接，怎么拿服装，怎么弄？那您俩人，蔡老师您和吕老师两个人再把服装这事弄一下。我们两个可以是吧？负责就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吗？好，那就这样。没问题。好。困难一定不少，我希望面对困难能够一起共同迎刃而解。哎，朋友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哦。穆斯里安花样美味破次元，为你寻遍世界的美味。我要打电话告诉这么多人。哦，对呀，你要分，我们分呢。要我撕下来。对。OK。韩老师。哎。这您要打个电话，给你撕下来。嗨，你拍张照片给我发过来就完了吗？然后我呢，我也打。你也打呀？你也打。那咱再撕一条。哎，你们还要吗？这应该还有哦。啊，还有啊，还有啊。嗨，行了，我现在去打电话，接下来啊。太好了，这没人。喂，你好，是夏芽吗？喂。哎，你好，是夏芽吗？对。哎，你好，我这是哔哩哔哩，我是 B 站呐。嗯，我们呢将在明天上午11点对所有的应试者的面试。好，你到楼下的时候呢，记住我这个电话，提前和我联系。我的名字叫超级玛丽，超级玛丽啊，当啊。所以明天呢，您呢，兄弟有没有？喂，紫绿绿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我这里是哔哩哔哩打给你的。哎，你好。想问你，明天10:45你能到这个哔哩哔哩的总部来见面吗？啊，可以的呀。可以哈。超级玛丽呢？啊，你超级玛丽，你怎么知道超级玛丽？你已经有他，你有他电话了吗？有啊，有他电话了。他打给我说要来啊，他打给你了？对，他打给我了。到时候你到了，你打给他，他会来接你。我是夏芽，我跟绿绿住一个屋，没想到吧？你跟谁跟一个屋子啊？不是，我俩是室友，你让开。哦，你们两个一起的 ，OK， 所以都知道了，现在是吧？OK， 先。哦，他抢你手机吓我一跳。OK， 那是明天见你了哈。好 ，OK， 好，明天见，再见，拜拜。我没有用。哎，你好，我是山竹鱼吗？啊，是我。哦，你好，我是 B 站的小姐姐。明天来面试的为阿布伦斯库打电话。我呢是现在的身份是 B 站的实习生，我怎么称呼？因为我们要是拍戏，我们就说我是什么什么戏的副导演啊。对 ，B 站小姐。啊，这样说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吗？哎，可以，就是这么。啊，这样说啊？啊，我是 B 站的小姐姐。喂。你要干嘛？我是 B 站的小姐姐，我想。喂。
我想，哎，你不是啊、想要应试我们这边那个2233娘吗？哦哦，我哦，对，我想起来，想起来了吧？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是骗子是吧？啊，不是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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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是选上你来面试了。好的，好的，明天见，嗯，明天见，明天见，拜拜，拜拜，嗯。我成功打了第一电话，我成功了。我们实际上要求要有很好的舞蹈功底啊！很高兴，哎，恭喜你可以参加我们的面试了。那就是早一点到楼下，会有人来接你，好吗？哦，好的。哎，那请问你怎么称呼呀？喂，哦，明天不一定是我接你，可能是我们另外的工作人员接你，哦、好吗？嗯。您说您是太老是吧？我不是啊。哦，那好，明天见。嗯，好的，明天见了。嗯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他怎么知道是我？33呢？哎，你喜欢？哎，33啊，好。Hello， 团子你好。喂。Hello， 团子你好。你好。我这里是哔哩哔哩打给你的。喂，你好，是思杰吗？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是欧尼吗？喂，是杰子吗？君庭广场9楼。你要穿一双平底鞋。那就明天10:45见你了。我们明天见啊 ，Oligay。走吧，走吧，走。这里就我们中午吃饭的地方，嗯、对。人好多，就坐这儿吧。就在这儿开吃了，来开始吃饭吧，吃饭吧。吃饭，吃饭了啊！他给了我2双筷子，他觉得这个分量应该是两个人吃的，是吧？你是你自己带的啊？不，这是外卖。太素了，你必须增加身体营养。来，我给你点吧，我这都没动呢。没事，你您吃。不不不，我给你加点瘦的。谢谢啊，谢谢。那咱们这些年轻的员工，他们吃的是外卖还是自己带的饭啊？90%以上就都是外卖，对，很少有自己带的。我们公司养活了附近一大片外卖行业。你看刚才楼下排队上来的人手都拿着一个外卖。嗯，就像我们平时不加班回到家，上海又大嘛，回到家已经8点钟了，然后你可能晚饭都是在公司吃的，然后更何况加班，一加班凌晨11、12点，回到家就洗洗睡了，就根本没有空做饭。像你们这种为了自己的一份热爱跑到一个陌生的城市，对，去生活去打拼，害怕吗？现在来讲已经没什么感觉了。其实刚那会儿大学出来工作又不是很稳定，那会儿就很害怕的，因为上海的房租也是你们懂的，就是很贵，就每个月就攒不下来什么钱，就基本上工资就搭房租里了。
他们说现在啊要结婚了，男孩子没个房子，女孩子都不愿意嫁给他。肯定啊，肯定是这样。嗯，我住哪儿啊？孩子的上学问题。那你住啊。但是女孩子的爸爸妈妈不这样想啊。所以他们就拖着我的女儿到处搬家吗？说上海人很难成家，现在。北京一样啊。北京一样。一样。北上广深那些城市都这样。北上广一样的。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是结婚就结婚，租房子就很正常。当然我们有目标，我们可以存钱，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了，再做买房子这个打算，而不是说我要必须有房子我才去结婚。这个爱情我觉得明天估计你们要挺辛苦的，尤其是接人的。我来干。就是接人的超级玛丽可辛苦了，可能阿文，我下午找谁去拿衣服啊？可以企业微信上面啊，去联系一个叫小蝴蝶的人。哦，好的好的。对对对，时间紧迫。小蝴蝶，我是600多人，我上哪儿找小蝴蝶去啊？哎，你上有搜索。哦，可以搜索是吗？对。哦哦。我可以跟他说语音吧？可以可以可以的。小蝴蝶你好，我是蔡姨，麻烦你告诉我一下，我去哪找谁拿服装好吗？我等着你回复，谢谢。对了，蔡姨就别忘了提醒他，他也是面试官。他也是面试官。对，你顺便就可以跟他说掉了。好。不好意思，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明天上午11点钟的面试，您也是面试官之一，请按时到达规定的场所，谢谢。1201，我要去拿衣服了，我去看看会议室吧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小伙儿，你是 B 站的吗？啊，不是哈，这事儿考验我了。左边无依无靠，右边什么也够不着。嗯，这是军庭吗？会议室都在这儿吧？对，是的。好，谢谢您啊。小蝴蝶，小蝴蝶，我先到了1201，现在这儿没有人呀。他说他马上到。OK， 好，等他吧。哔哩哔哩。会议室，哎，905，天天向上，这个叫，这名字挺好记，看一看。喂，对不起，打扰打扰，我叫超级玛丽啊，各位多多关照，打扰打扰啊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。再往前来看看啊，哎，啊，这是903。我看这个会议室虽然小，但是作为换衣间倒挺好。如果说这个房间可以当个小小换衣间的话，那么……哟，对不起，打扰打扰啊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我看一看这个会议室行吗？这个会议室稍微的小了点。哦，好嘞，打扰打扰打扰啊，这样足够了。哦。小蝴蝶来了，小蝴蝶。啊，对，是我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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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，那我们先进去看一下吧。可以啊。好吗？就在里面。哦，就在里面。我们可以先对看一下有哪些配件，然后是不是完整的或者怎么样。清楚清楚，这个22的头套，这是33的两个头套。哇哦！他们头上的那个闪电和月亮呢？月亮是他自己头上，就是拿头发扎出来的月亮。哦 ，OK，OK，OK。我看还有什么，我再看看还有什么啊？什么叫假毛什么？假毛就是这个。假毛就是。这叫假发。就假毛。我们说你们叫毛。真的、啊？哦，好吧，好吧，都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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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一样一样来啊。嗯嗯。S 就码衣服，上衣、裙子。手套啊，腰带，还有领带，还有领带。我的天哪！再想想我15岁时候的身材，这还能穿进去？那我们先把衣服拿走。
对，先把衣服拿走吧，你们可以就是分一下。这个是22娘的，那是珊珊的袋子，我全把它放进去了。来，我把它分一下。开始，2号是全的，是吧？对，这两个没有。就33，这个有。这两个是没有的，这两个是没有的，我所有大问号的都是没有的。然后这剩下这些什么时候能到位？这些这个的话最晚今晚，我现在就去跟他们说一声。 OK， 好的，那就先这样，我们先走。 嗯，哎，你别拿那么多，给我一个。别这么感人，别这么感人，别这么感人。下班回家。镜子明天得带着，你孩子们戴头套没镜子哪成？嗯，看看今天的工作，开会，为明天上午的2233娘应试做准备，然后一起再明确分工。明天做好梳理工作，要耐心，同时电话保持畅通。好的。当我们三个人一起要负责外联呐、负责引导啊、负责考场以外的相关的工作的时候，我自己心里面难免还是有点小紧张。虽然过去也接触过一些这样的工作，但是呢，毕竟没有亲自上手做过。事实怎么样？明天见分晓吧。先走啊，咱们办公室见。蔡老师，今天早晨为什么您需要起早出门呀？对呀、好多事儿没做呢，我就有点着急，我怕孩子们到了这边还没有准备好，这可不行。我习惯所有的事情都把它弄得非常妥当。早上好，9030服装室，请问903在哪里？啊，这就是。把这个镜子给他们支上，他们小姑娘在这要换头套的，我把233的衣服把它分开，让孩子们好找。蓝裙子22，这都是33的，来，这是配饰，这是他们休息的房子，这凳子摆开，来凳子，走，我们去拿水。蔡姨，哎。嘿，您真细心，您都看见那什么了？来来来，我们一起，我们一起。好，来来来，帮我一下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蔡老师，这是签到表格，签到表格是保姐姐您拿一张，我主要下面为主，争取不乱。然后呢，我给他们从电梯口告诉他们9层，您在9层迎着他们。然后呢，李老师，你就在楼上吧，就等于说你送他们上来。对，我拿了一支笔，碳素的，因为水杯都长得一样，大家容易拿错了，拿混了，拿个碳素笔给他们一标，你们俩完成这任务啊。好，具体怎么弄？好的，那我现在下去接人了。你去吧，有什么情况咱们微信联络。好的啊，好。哎，2233呢啊？是吗？2233，你们都来了。嗯，太好了。哇塞！来，我来送你们，送大家啊。上9层有人接你们，如果万一没有，你们就打听905，楼上有人接你们啊。祝你们成功。好，谢谢。哎，你好，是山茱萸吗？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来，欢迎两位，欢迎两位。来来来，妥妥啊，好嘞。到9层啊，万一要找不到的话，就到906房间。我带你们吧，直接上9层，我们啊，来，好，来来来，我们到9层。二位小姑娘，欢迎你们。
哎，来，这样大家喝水啊，我们都给大家倒好水了，但我建议大家自己在水杯上做个标记。他们不喝水，他们都在喝酸奶，都喝酸奶啊，都在酸奶上做标记了，酸奶上做标记，好好，放心好了。我们曾经大型运动会上做过统计啊，就是如果每个人平时养成很好做标记饮水的话，我们基本上节约水能够在70%左右。我觉得今天这一点效果挺好的，减少了很多废弃扔的水瓶子，同时呢，还提倡了环保，我觉得非常好。腾腾来喝点酸奶，来来来来来，我你喝这个吧，纽约红丝绒蛋糕风味。喝酸奶大家定定神，一会儿我们去参加面试，跟我一起来，奥利给，奥利给，奥利给。耶、yeah, ，好热闹啊！你看，我喜欢这个欧式厚道，这我喜欢。哎，我也喜欢，我喜欢这个穆斯林法式慕斯蛋糕风味，奥利给！耶！嗯，奥利给！嗨嗨嗨嗨！面试官都已经到了哈，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好，马上开始了。Okay, 好，好，那加油！这是我们领导，这是我们领导，也是我们的面试官之一。对，大家有紧张的吗？太紧张了。哎，不，刚才不跟你说了吗？别紧张吗？你要进去之前深呼吸，深呼吸，然后告诉自己，现在我这次就是来享受、来玩、来开心的，对，没有压力，我没压力。我叫轻松。考官已经准备好了，于老师，咱们俩在外面，好，然后蔡姨在里边，OK，负责。没有，我得过去。嗯，不怕啊，孩子们，我在里面陪你们啊。好。来，柠檬。到。第一个。柠檬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来，这是第一位考生，他的名字叫柠檬。嗯，把这个递给我们的面试官。好。嗯，你站在这里就可以了。嗯，可以开始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各位老师好，我是做啥都磨叽，吃饭冲锋机的柠檬磨磨机。嗯，然后呢，我82公斤。82公斤。啊？82斤的体重，120斤的脸，然后很荣幸今天来到这里面试。请大家多多关照。啊，可以可以啊。今天有准备其他的才艺吗？那我们给我们来展示一段吧。准备的节目是今年 BDF 的彩虹节拍。嗯。你现在可以去，就是换一下我们就是233的衣服吗？好，可以。就是想看一下你换完我们这个衣服之后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子的，就是跟你再多交流一下，好吗？好，那这边的话，我们实习生蔡姨就是帮你一起去换一下衣服，好吗？啊，可以叫一下下一个进来。好的，谢谢。正在报告。嘿，跟你们透一个底啊。233羊他的人设你们也都了解，就你是。不要演的又像22又像33，注意他们俩的差别，这样首先一个清晰定位，老师我叫什么，我进来就是什么角色，这一点听蔡姨的啊。您指什么下道呢？没指，没敢指什么下道。我就怕给孩子们带沟里。没有，他会问你对233羊的理解。哎，你准备面试谁？你是22，那你对22是怎么样的理解？你为什么要喜欢22？你要说出理由来，说出这个理由。二是人与机器人，很热情是吧？但机器33是个机器人，所以他其实比较内敛。他比较内敛，他一共1.46米，机器人现在很，您这都太早的机器人了。三三，您看有什么事情要交代？不能笑的，你笑了就破坏那个人设了。真的？哦。咱们把他电源关了吧。关了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老师们大家好，我叫欧尼，身高1.60米，体重42千克。有什么才艺给我们带来吗？今天再弄一个特别的才艺，模仿动物。然后我第一个模仿的动物是松鼠。松鼠啊，好香。哇，
被萌到了。先表演是我的声音才艺，有点炸裂，效果炸裂。我们已经准备好了。熊蛋，熊蛋，朱志强又来砍树了，啊，我的树都要被砍光了，怎么办呢？熊蛋，爱护环境，人人有责。光头强再来砍树怎么办呢？熊蛋，俺们怎么保护村庄呢？就差不多这样子，比较炸裂。你们听过羊叫吗？没有。这个老师好，我叫山竹鱼，来自东北辽宁，今天有准备才艺，然后先给大家表演一首《天空之城》。啊，最喜欢的。你说你这个演奏，那宫崎骏会气死的。不关你的事。没，不关你的事，不关你的事。我在想象宫崎骏听到以后是什么样。可以叫一下下一个进来。好的。哎，给大家拍个照片。柠檬是我，好了吗？我们第一号选手换好了，要看一下。我们先让一号。一号啊，来。第一号柠檬请进。蔡明老师确实是一直忙前忙后，真的像闲人马大姐那样的一个性格，工作认真负责，尽心尽职，当然在考场里边表现也一定是非常出色。假如现在正在我们的 BW 的活动现场，然后现在有一位观众就特别想就是跟你一起互动合照，好，那么我们现在要不请一下我们的蔡姨来，我们请蔡姨来扮演一下我们的这一位我们 BW 现场的观众啊。那观众都什么样啊？我也没见过，我只见过一观众跟我合照。对，可能就是这个状态。可以吗？可以呀。好，那行那行，我可以给你照张相吗？哎呦，对，我们全家都特别喜欢你，我爸我妈都特别喜欢你，我今天终于追到活的了，我可以给你照张相吗？好，哎，谢谢，哎，这个，好，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好，我的粉丝是这样的。好嘞，好真实呢。你好，那个太棒了，每年忠实粉丝，我们八年都好喜欢。啊，谢谢。今天见到活了。我们的 coser 在出我们扮演我们的2233娘的时候，确实是不可以和我们的就是用户有太多的肢体接触的，对，这一点处理得非常好。嗯，我再说一个，这个小女孩对这个三三娘，我觉得她的了解挺多的，因为她刚才特别告诉我说，怎么了？三三出错了。怎么呢？三三的袜子是连裤的。哦，后来我发现我们把二和三三三的袜子搞混了，换错啊，所以我觉得他对那个三三娘的造型特别的了解。嗯，经验丰富。嗯，这个经验是非常丰富的，就很专业，很专业。哎，这些小姑娘真的挺有意思的，都很认真对待这一份面试，这个是让我。不了解的一个世界，不了解的年轻的一种心态。我特别想知道，就这个像二三三也好，像这些动漫人物也好，给你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？全是快乐。快乐。快乐是吧？认识了很多这个圈子里的朋友。对啊，就有喜爱这个动漫而结交了一些很多很多都喜欢动漫的朋友，挺好玩的。这原来都不知道有这么个世界。
是嗯，不知道。我们一开始挺小众的。我觉得你们不小众啊。我们早嗯是前几年比较小众。哦。但是现在大家都很坦然呐、啊嗯，绝对就是 cosplay 嘛，就是喜欢喜欢的样子。我喜欢这个剧中人，我可以扮演成他的样子。嗯。现在就会有那个妈妈说：“哎，你看这个姐姐穿的漂不漂亮呀？”这个就这个样子。嗯，这人们的这个观念有转变的啊啊。叫下一位进来吧。嗯嗯。自拍啊。对，我是想自拍来着。我跟你合拍呀、啊。对。哇、哦！你让爱情少女都激动了。我们可以，但是别给他们知道。来来。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考了？嗯。有没有让你好好换服装？没有。没有啊？你在这等一下。第一批没有换服装的，并不是说后面不让，后面可能没准他们会懂，还要让大家，哎，一起啊。都美颜呢？为什么你们这么漂亮，还有美颜，搞到我变成了女人一样？我跟我们这个二三三一起啊，合张相，合张、嗯。我来帮你拍。不行，等一下你发给我。哦耶！嗯，你们俩还不干活，在这各种照相是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我都快忙死了。不，您分个照我们活。您分。他俩就光这跟小姑娘照相。不，我们我都快累死了。我们做心理疏导。我觉得体能上付出这个事儿不算什么，关键在于什么心理状态？人家都从里面出来了，有什么好负担的？有些换衣服，有些没换衣服，有些呢现在已经考完，有些没考完。他们不看小姑娘多好。不，他不好，因为这是我用的车。不是，挺好，挺好。进去。事先紧张过吗？就很必须紧张的，我们必须的，因为我们面对很多人嘛，因为我要唱歌嘛，我要演出的时候，当我一开口的时候就投入到那个歌里边，我们就忘记就不紧张了。然后之前还是有点紧张，后场的时候其实对，在上台那一瞬间就感觉哦，所以还有心理暗示给自己，对，给一个心理暗示给自己，然后自己我不害怕，我不害怕。其实没关系，我一直跟他们讲，有时候你之前老想着紧张，老提紧张的。这个词的话更紧张，你就放松，该怎么样怎么样。对，你们必须要给一个心理暗示给自己，自己给自己心，我是可以的，一定要把自己带进那个角色里面的情感，但是你进去，所以你就不用紧张，你就2233年，他们该有的特质，你们就把它。表现出来，你就很好了。奥利给，海老师啊，私下的工作你可以帮我分担一下，好不啦？啊，你说的啦。我可以玩一会儿，好不啦？没问题的啦。哎，好的。我要玩一会儿了，我累死了。来，最后一位。奥利给。来，奥利给，准备带着行起来哈。15号团子，我来给他。15号团子同学，好、哦、啊，老师，这个也叫团子。你是准备坐在上面呢，还是站在上面，或者是跪在上面？才艺的时候坐着。啊，才艺做的哈，好。你好，我叫团子，然后今天的才艺就是一首我自己写的歌。自己写的歌？对。这个算是今天最正儿八经的一个对最期待的才艺。是没照见面，照了和缠绵的回忆聊聊天，等到分别都听不到言，才来的陌生末班的地铁、哦啊啊啊、谢谢。之前有过 cos 出 cos 的经验吗？没有。你说你非常的想要出那个33嘛，那你对233了解吗？肯定没有之前的选手那么了解，然后有一些了解。那就是说二和33在你心目当中是怎么样的一对姐妹呢？
就是二二是话比较多吧，然后长得高一点，三三长得矮一点，然后就那你的身高是1.63米，这个的话，这个姑娘和刚才那个姑娘相比呢，她是进门以后话最少的，她是一个很内向的姑娘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姑娘认真挖掘的还是一定有她的潜质。她的人设其实跟三三很接近，对对对对，对，可比考官可以，我算是一个参考一下，参考一下，我们会尽量考虑这一块啊。你就圆梦了啊，梦想给你圆梦了。好，谢谢。下面还有吗？没有了。哦，好，好的。那老师，我先走。好，再见，丫头。拜拜。要不要再喝点什么东西？来，这边，这边。您觉得今天工作难吗？其实我在接待别人的时候啊，帮他们倒水啊，我都觉得挺轻松的。这些都平常都会这样子照顾别人嘛。一上去我也觉得吕良伟老师有点儿。觉得不知所措，没有太多的和选手们进行更多的这种交流啊，只是一个简单的引位啊。那么后半段他逐渐进入角色了，在考场内的和我们选手互动特别出彩，特别有意思，所以我觉得真的还挺好的。蔡明老师呢，应该说是一个非常积极的、热心肠的，而且呢一直和孩子们进行语言的交流和疏导，我觉得非常重要。特别是最后阶段，我们三个人都进入角色了。大家能够互补，哪有活就去干哪个活，就没有再那么明确的分工。如果以后还有这个面试的这样的工作的话，我相信我们会做得更好，因为有了今天的经验。经过这个昨天和今天两天的这么个工作，我们来看啊，大家的自己的工作都完成得非常的好。那么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来发一下我们的花样币。好的，对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这个是无畏的。好，谢谢。这个是蔡一的。好的，好，这个是超级玛丽的。超级玛丽的。那么我们这个233的面试这一块到这边呢，就我们算完美的结束了。好，辛苦你们啊！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来，来，大家一起来，辛苦了，谢谢，走 ，Lady first， 好 ，Thank you， 哇，终于可以放松了吧？啊，我们过来这边游乐场，这里有，我记得有乒乓球，还有什么一些互动的游戏，我记得娃娃机。我可以打乒乓球，来，走，来，哎，给我来，你连续杀这么球都输了。各位听众，各位观众，台湾同胞们，海外侨胞们，今天我们在上海的 B 站总部向大家现场直播一场精彩的乒乓球比赛。吕良伟老师一打挥拍一上，我一看他也是个业余选手。示范给你看，这是错的。好，李良伟先利用反拍，然后这球送出了界外。哎，你看李良伟特点的身体还没四肢协调，肌肉相当发达，发一个下斜球，然后经过反拍再进攻吧，球要再次下网了。陈立发球，李良伟把球拖起来，连续送对方中路，第三拍，第四拍送正手，哦。反拍进攻，哇，漂亮！反拍进攻，哇，漂亮！嘿，他把上一粒球已经打出了宇宙。谁有说？哎呀，来，到你来吧。自己给自己解说。我来说。来，哎呦，这现在来了啊！这个两个位选手，哎呦，好厉害哇！哎呦，好，进了进，把自己一巴掌就打死了。小心！哇，好多假手啊！这个选手，哇，哇，好多，哎呦，哎呦，好多假手，玩太花了，这个严重违例哈，还让我发球。有拳击，哎，
我真的这个球还打还慢慢吧，慢慢找感觉，找感觉，找感觉，还没找到感觉。我以前是加油，嗯，再加一下，还要卡动作，还要卡动作。您还是解说了吧。我都忘了，姿势特别牛啊，结果球打出界了。打完了，我们玩别的吧 ，Kim。哎，我觉得 Kim， 啊 Kim 是运动健将嘛，对吧？我跟他先玩一个游戏，好不好？来，好，哎，来来。哎，我们打圈，就这样打圈，这样子打圈。太极推手。就这么推就行了，是吗？对。等我再对。哇！看你能。哇 ！Team 加油！这个真的你哇，魏老师太牛了！好，好，很好。但我想换一个，俩人交叉换位，换交换场地。好 ，OK， 场地开始。等我啊！等我啊！什么？开始加班预警，加班预警。哇！好！哇！太牛了！哇，这个小臂的肌肉线条，天哪！很棒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！哇！哎呀，而且这个布扎的，哎呀，很扎实。好，哎呀，可以，可以吧？可以，真棒！李老师逞一时之快，明天咱们的活儿干不完了，这是咱领导。来，我们玩别的吧。我有一个好主意，我们要一边玩平板支撑，一边喝我们的莫斯利安，看看谁能坚持得更久。OK， 我咱俩来呗。那我们到这边来吧。来，准备了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各位听众，各位观众，台湾同胞们，海峡朋友们，大家看到两位选手进行这支平板西莫斯利安的精彩比赛，哇，见过各种样的比赛，没见过这样的比赛。哇，这是在牛饮，这瓶子都扁了。看瓶子，看点时间。同时。韩老师，这我觉得可以检查一下啊。这瓶子，哎，这个大家一称就能知道。哎，这个几乎来，你让你自己称。这个，哎呀，不行，我这还差一点。本局获胜者是小菠萝。恭喜。OK， 大家今天都辛苦了啊。然后我们今天的活动也差不多了，好吧？好，早点回家。好，明天见，明天见，下班。拜拜。下班。微博搜索花样实习生话题，边聊边看，分享你身边的实习期新鲜事儿。早上好，太爷。哎，今天超级玛丽啊，由于一些事情请假了，但是会有一位新的实习生哦来代替他工作。他已经到楼下了，那拜托蔡爷去接他一下，好吧？他有什么特征吗？他是一个女同学，女孩。我觉得蔡爷只要到楼下，你就一定能看一眼就能认出他了。哦，好吧。Yeah，fighting！ 好，我就接人。今天来 B 站上班嘛，咱们今天穿搭上有什么特别设计吗？你就穿了一套最近很流行的，大家都没有穿到的衣服，哈。也不算是首穿，这一套我是肯定是，哎，是不是首穿啊？我问品牌，我是不是首穿？不首穿我不高兴，一会儿换衣服。对于 B 站之前你有所了解吗？就感觉很闹腾，闹腾，闹腾。我觉得很开心，因为一下子就接触到了更多节目精彩内容，尽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。感谢首席知识短视频合作平台秒懂百科，世界如此简单。感谢闪送小店 WiFi 万能钥匙、猎聘五八本地版、新浪娱乐、腾讯娱乐、网易娱乐、搜狐娱乐、中国网娱乐、中国青年网、环球网娱乐、北京网娱乐、千龙网、热点文娱、小白娱乐、淮泰娱乐网、猫扑娱乐、娱乐新在线网、娱乐中国、易线娱乐、网易新闻客户端、搜狐新闻客户端、智娱 APP、成果娱乐、扎克新闻客户端、影视头条 APP 的大力支持。